看看新闻网。下一位登场的女嘉宾是谁呢？让我们一起掌声有请。那个高妹好多呀、就快到我上台了。其实在来的路上心情还是有一点小紧张的，但是我想到要见到我心仪的男嘉宾的心里就是非常的开心。希望我今天可以牵手成功，加油。现在的高妹好多呀。Hello， 大家好，我叫邹佳莹，今年24岁，来自上海，目前在一家设计公司担任项目秘书的工作。我的爱情宣言是：已经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去爱。好，带来你才艺展示。我今天唱的是《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谢谢，有请。冬季到台。恭喜过关，来台中再聊。邹佳莹能在第一时间接下面就让我们见识一下吗？我想再保持一下神秘感吧。好，尊重你的决定，选择一位最幸运的男嘉宾。好，那么邹佳莹也可以选择一位男生坐在这个红椅子上为你说话。我选择普康。普康在这边，你为什么看着这边说话？有点近视，不好意思。但是你确定是普康？对，是他。确认了。第一项如何？你好，女嘉宾，人美，个高，气质好，谢谢。然后你的声音也非常柔美，你放心，我坐这儿，他们不会欺负你的。谢谢你哦，要替我说好话哦。一定一定。刘蜜，我们不欺负他，我们欺负你啊！我就知道你会说这话。女嘉宾你好。你好。美中不足。怎么了？改一下站姿和走路的姿势。怎么了？你跟怀了孕似的，下台的时候就这样。太高了。嘉宾你好，你声音特别甜的，谢谢。就没了吗？而且个子和我特别匹配。哦，那你可以多关注我一下哦。你别信他这话，前面有一个个子跟他也很匹配的人，他拒绝了人家。是这样子啊。没有，前面那个陆老师，那要出车祸的。就害怕了是吧？女嘉宾你好，虽然你没有把运到接下来，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美女。你就期待一下吧。谢谢。来，我们特别给您提个醒儿，今天这个16号这个谢薇呢已经被我们给送走了。但是呢他坚持的要去留在这现场，因为他希望如果再有机会的话他可以上来去表白啊。那所以呢特别得介绍一下。万花丛中一点绿。关键接下来你也要送出一颗爱心。你这颗爱心要送给谁呢？我就送给普康好了。送给普康。对，谢谢。好，我们再通过一通微信对女嘉宾再做了解。Hello， 大家好，我叫邹佳莹，今年24岁，来自上海。生活中的我是一个典型的文艺女孩，我喜欢拿着我的吉他对着星空低吟浅唱。那上了大学之后，我就自己去学习了吉他。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是有感触的时候，我就会抱着我的吉他小唱几曲。那我文艺的另一个典范呢，就是喜欢绘画。这幅画呢就创作于我的高中时期，我经常会幻想自己是这个樱花大战当中的女侠客。那个时候呢，我也喜欢一个人出去走一走。田字坊是我最喜欢逛的地方之一，因为我觉得它的小店都特别有特色，然后里面的小饰品也特别的复古，有时候一下午我都会待在那里。我喜欢的男生他最好有一点小胡子，因为在我不开心的时候，我有可能会拽他的小胡子，这样我的心情就会变得更加好一点。台上的男嘉宾，如果你们喜欢我，就请跟我一起进入我文艺而又浪漫的小世界吧。来，再给大家扑克牌，了解一些具体资讯。邹佳莹毕业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的呢是工商管理的专业。
现在在一家建筑设计公司担任项目的秘书。啊，他说呢，自己是不会打篮球的模特，不是好高妹。姑娘还说自己是一个文艺浪漫女，是影迷啊。女嘉宾，那你的工作要亲自去工地吗？我偶尔会去工地的。对，施工现场要去的。你这个形象去工地会不会回头率很高？所有人都会惊呆了。对，那些工人他们都不搬砖了，他们搬过去还是诶这样子回头看我。那你不能去，你影响工程进度啊。可能建筑安全受影响。不会打篮球。就是我小时候嘛，因为我爸妈妈都比较高，然后我从小就是班级里面嘛都是就是坐最后一个嘛，然后走到哪里都会经常被人家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哇你多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不去打篮球啊，就是我好奇怪为什么他们要叫我一定去打篮球。女嘉宾你好，和你一样，我高中的时候也是，很多人都是第一句话都是啊你多高，第二句话啊你会不会打篮球，啊你是模特吗，都是这三句话。对，我就是心里很恨嘛，为什么要叫我去打篮球，那我长得这么斯文，你为什么不去打篮球，你们全家为什么不去打篮球呢？女嘉宾你好，一般喜欢看电影的人可能会比较感性，那看电影的话会不会就是会让你有很多感动的地方？有，比较喜欢一部电影叫再见总有一天。对，他是说就是故事的男一号嘛，在他结婚的前一个星期他去泰国出差，然后认识了一个女生，然后他们两个人就相爱了，大概就交往了嘛，交往了一个星期，但是因为那个男生他有婚约在身，所以他就抛弃了那个女的。在很多年之后他还是选择了跟他未婚妻离婚，然后他去跑到泰国去再找那个女生，但是故事就是很悲剧嘛，最后那个女生她是得了癌症死掉了。死掉了之后那个男生就开车到旷野上然后大叫了一声我爱你，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喜欢对方的话一定要大声地说出来，不然转身了就是一辈子。我看出他确实是特别特别爱电影的一个人，因为他把细节记得很清楚。对，像我看过了我可能名字都不记得了。我觉得好看电影我可能会看两三遍。好，各位做出你们今天的第一次选择，准备好三二一，请选择。你很主动啊。好，我们还有一些重要资讯，打开另外两张扑克牌。周佳莹谈过两次恋爱，特别提到那个《速度与激情》啊，非常遗憾的是，这位男主角前不久因为车祸而去世了，说自己呢因为被骗而分手。他喜欢这个《多拉升职记》当中这个李光洁扮演这个角色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角色吗？我真不了解。他是那种比较稳重，然后在生活或者是工作上会给你提很多建议的一个比较大男人的一个角色，对，很霸气。他做事情比较果断。那《速度与激情》怎么回事呢？是我前面一个男朋友嘛，他是因为开赛车的，就是那种摩托车赛车。然后就是有一次他来接我下班，结果他就开的那个速度很快嘛，就当我们开在就立交桥下面的时候，前面有一部公交车好像正好是变道嘛，就差点要撞上去的时候他踩了刹车，刹车之后那个车是打转的，打转之后就我们俩一起就摔在了马路中间。等我爬起来之后，然后我就发现我的腿这边都已经就擦破了嘛，然后地上还有很多血。因为这件事情会影响你们的感情？不是，就后来为什么说是被骗，那也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个人。就是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跟我提分手，那当然我是不可以接受的嘛，我就有到他家去问他，然后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之后，他给我的理由是那我在去年已经结婚了。那他说了这个理由之后我也不得不选择离开了。女嘉宾你好，其实我在我的恋爱里面也有被骗过，然后我当时也是像你的做法一样再也不联系，然后现在也是分手状态。那我不知道你在你的上一段感情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总结。 我觉得就是两个人相处不能光看外表或者是他的条件那方面，一定要了解这个人的内心，然后才能跟他好好的走下去。女嘉宾你好，那个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才题板上写到《速度与激情》，还有《杜拉拉升职一记》之类的，都是我觉得都是其中有一点像刚才说的虚拟的角色的形象。那你现在来到这里了，有些具体的什么要求的男生吗？有，当然有想过，就是在生活中就是比较体贴对方的，然后两个人能够互相理解一点，包容一点对方。真厉害，我们这台上原来有一个。好，在各位男生做出他们第二次选择之前呢，你要选择需要在这个手机下面举了吗？啊，可以啊。好，准备好，三、二、一，请见面。我想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你可以牵起我的手，然后温暖我的心，可以吗？可以脱掉我的高跟鞋。小梦辰，瞧瞧，人家一女生。嗓子干咳痛，一杯蔓延舒宁，缓解症状，滋润嗓子。嗓子舒服是喝出来的，蔓延舒宁。我美，我媚，九朵玫瑰。孩子缺乏免疫力，易被传染，爱生病。快快提高免疫力，羞羞爱牌幼儿胶囊，助健康成长，好发育。我美，我媚，九朵玫瑰。曲奇奶香白巧克力，好时一刻，好时每刻，三星 Galaxy 手机开大赢。非凡护发体验，全新欧莱雅奇幻润发精油，凝萃珍稀花卉，多种用法，洗发前润养，吹发前保护，干发时用柔亮，秀发非凡至美。欧莱雅奇幻润发精油。你太嫩了，炒了你！你也是不干脆，也炒了。还有你，一炒八香，金门郎香锅牛肉面，年轻人喜欢的味道啊！感冒了，找感玉啊！修正牌感玉胶囊，那都不是个事。修正牌六味地黄胶囊，一次就一粒，管用。修正药业，感冒了。找感玉啊，修正牌感玉胶囊，那都不是个事。我们一直相信美丽是没有国界的，国际连锁源自韩国。 Yes da， 一心正经，你就是明星。准备好，三二一，请见面。现在也看得更清楚了，送出今天的第二颗爱心。我送给15号，因为他年纪最大。这是一个悲伤的理由。好，接下来各位男生拿出你手中的安全器，准备好，三二一，请选择。虽然看上去沟通并不是太多，但是你给男生还是留下了十足的好感。接下来你可以向男生们提出10个，这么多要求，如果有那么多的话，第一个要求，那第一个要求是吵架喜欢冷战的请关牌。怎么又是冷战呢？我们今天冷战出现4回了，是第一个问题。因为我是那种如果你一天之内不回我短信不回我电话，那可能我会很着急的人，那我可能会担心你到底是在干嘛，或者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好，关于冷战的这个系列话题今天就到阁止了。好，那第二个问题是从来不留胡子的男嘉宾请关牌。不留胡子的男嘉宾，完了，我们这有一个留胡子的，他已经被发出场了已经。完了，还有要求吗？再提一个问题，就是男生没有一个拿手菜的请关牌。炒土豆丝算吗？也算了。反正炒土豆丝都不会。天哪，因为胡子和一道菜居然难住了那么多男生，怪不得你们一直嫁不出去呢。留点胡子怎么了？学道菜怎么了？有一个人没法翻牌，是他留在这儿。11号不看。我先回去了，祝你好运。谢谢你。
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了，在你的时候其实没有人给你留牌了。好，没关系。你有自己的选择。有，我要，对，我要选择他，向他表白。向他表白吗？对，要向他表白。我们希望你努力一把。好。他在我手机上留下的号码是15号，沈博春。有请。沈博春有压力吧？真的站在面对面真的蛮高的。你能告诉我你有多高的个吗？1米79.5。可是在这位女生面前你显得有点渺小了。对。哦，我觉得没有关系啊，我可以向你表白。那在之前一段感情当中，你也知道我受过很大的伤害。那我觉得每一个女生她都是一个折翼的天使，她都是需要男生来好好疼爱好好呵护的。那我觉得看到你之后，我是看到了希望跟动力嘛。然后我觉得你比较成熟，然后是我喜欢那种大男人的感觉。那我唱一首歌给你吧。这个寒冷的冬天，你可以牵起我的手，然后温暖我的心，可以吗？首先我坦白说，就是说你这样站在我的面前其实带给我的压力真的蛮大的。我可以脱掉我的高跟鞋。脱掉应该就很合适了。对，身高没有什么问题。小洛晨，瞧瞧人家一女生差不多。面对女嘉宾情真意切的表白，大叔沈博淳会选择牵手吗？感冒了，找感玉啊。修正牌感玉胶囊，那都不是个事。修正药业，感冒好了，感玉。底妆不透气，换新的。美宝莲梦幻呼吸粉底液，特含万千微米气泡，不挡呼吸，更非凡遮瑕，丝缎般梦幻美肌。美宝莲梦幻呼吸粉底液，感冒了，找感玉啊。修正牌感玉胶囊，那都不是个事。修正牌6味地黄胶囊，一次就一粒，管用。修正药业，感冒了，找感玉啊。修正牌感玉胶囊，那都不是个事。情于口，有爱心声，阿尔卑斯。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从安倍经济学、地球仪外交到安保三件，向右暴走的安倍将带着日本丸驶向何方？深陷亚太事务的美国，是愿为日本挡火，还是怕引火烧身？高开低走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新一年里将如何布局？周六晚23:30，环球交叉点为您盘点美日外交这一年。一把枪累计杀伤人数超过原子弹，没有缺席任何一场冲突，在这把枪下丧生的有700万人。一个农民成为枪王之王，葬礼极尽哀荣。AK-47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表明它还是有其独到之处。一款影响半个多世纪的名枪，如今厂家却难逃破产厄运，枪王神话是否就此退出历史？防务新时空1月5号8:30，东方卫视，敬请关注。梦想的力量，你我同在。我什么都要更好，头发也一样，每天完美秀发靠更好修护。全新巴黎欧莱雅多效修复损伤复原系列，创新微胶原精华加乳酸，深入层层发丝，巩固受损发质结构，修护5大严重受损，对抗干硬、脆裂、枯损、粗糙、分叉。5大严重受损，一个对策，至美秀发每一天。全新欧莱雅多效修复损伤复原系列，改变秀出你的光彩，你值得拥有。嗓子干咳痛，一杯蔓延舒宁。
缓解症状，滋润嗓子。啊，嗓子舒服是喝出来的，蔓延舒宁。冬天干燥，冷风侵袭，我有欧莱雅男士健能极润护肤霜，全新防寒纤维，超润防护，抗击严寒，皮肤强劲滋润，无惧严寒。健能极润护肤霜来自欧莱雅男士。孩子缺乏免疫力，易被传染，爱生病，快快提高免疫力，羞羞爱牌幼儿胶囊，助健康成长，好发育。有些人看到自己的荣耀，有些人看到别人内心的需要。在困境面前，我们不仅要提供物质的帮助，更要用心灵的关爱为他们点燃希望。星系天下 W2014 手机，中国电信三星联合出品。可以脱掉我的高跟鞋。脱掉应该就很合适了。对，小梦辰，瞧瞧人家一女生差不多啊。因为其实我本身比较喜欢的女孩子是比较可爱娇小型的。对， 你很可爱，对，而且你也很有气质，但是比较不是属于我想要找的那个类型。因为我一般，我从以前到现在认识的女孩子比较喜欢的型都大概在1.65米以下。对，真的，你真的有点太高，我觉得我们两个出去的话我会有点压力。为什么？那高的话不是应该很拉风吗？很拉风吗？也是啦，但是我觉得因为就像你讲，我可能比较大男人，我希望的对另外一半是可以给我有一种我可以给他依靠的感觉。可是如果再穿上高跟鞋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我依靠在你的胸怀的感觉。啊，那不是挺好的吗？这可能比较不是我想要的，对，很抱歉。嗯，好，那我了解了，谢谢你，握个手吧。要不要先穿鞋子，帮你拿麦克风。这事儿做的还比较有点绅士啊。行，姑娘，谢谢，非常遗憾。努力我们也做了，但是没有办法，这不能强求啊。对，没有关系。再见了，再见。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一个人有他的脾气。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结束了。这里是东方卫视为您播出的《水中百里河一》，下午同一时间锁定东方卫视，我们不见不散。